老大，说出来你可能不信。咋啦？昨天红桃皇后小鬼来我们家了，她说因为老大玩游戏，把她在游戏里打成了1-10-0，成功超鬼了，但是她被队友举报玩不了游戏了，所以她要和你真人线下 PK 你。哼，那你这怎么能怪我呀？哎呀，你干嘛？所以老大，可能他会带禁卫巨人来打你来了，我们快跑吧。 No 可恶呀，不可能，我大嘴誓死要和他 PK 到底。小僵尸头狗来了。大嘴大嘴，玩笑我做的官， ID 是 and 巴拉巴拉巴拉巴，你要是能赢给你10个硬币，建议种满冰龙草。啊，要我种满冰龙草？打妹，我来看看。 What?全是背着红桃皇后小鬼头的禁卫巨人，但我的草坪也厉害，你都是瓷砖，那我就炸。哦家伙，老大中了那么多的爆炸桔梗，前面还用树林护卫和南瓜头挡着你。 The zombies are coming。 这他妈的还得暴风雪冲过来的呀。哦，这就是僵尸世界大战吗？毁灭部 QQQ 一直炸你。老大，就算你没有能量够了。哎，等等，这下咋办呀？可恶呀，上一把是失误了，这一次我中这些。原始豌豆加击球手，来呀，我一定要打赢红桃皇后小鬼。洗呢，给我洗呢。感觉没有机枪射手好。哼，看见没，禁卫巨人别想靠近过来。成功了，不用冰龙草也能获胜了，我赢了。